糯米粉就是500克，嗯，以一斤为例。好，一斤。我们要用今天呢是用的是这个冷水活法。嗯、好、嗯，它是有两种活法的。第一种活法呢是一种泡心法。嗯，泡心法俗称呢就是先用热水将它泡成这个粉粒状，以后加入凉水和制成团的。嗯，那种呢是适合做糕类的，像我们以后。比如说做个绿豆糕啦，或者其他粘脂糕、嗯、那种适合于将它烫成粉粒状，这种呢直接加凉水就好了。啊、哦，剩下的最关键一步，加完凉水和成面团以后呢，取出它的十分之一的份儿，将它烧熟、煮熟，煮熟以后呢，将这个熟的这块加入这个面粉中，嗯、凉水哎。重新和匀了，这种方法呢叫做煮芡法。哇，哎，把一个调糯米粉这么多的方法，嗯哎、这么多的学问啊，太专业。今天我们先记一种，这种方法就是煮芡法。煮芡法是吧？煮芡法。嗯，好。先将凉水，充分和匀这个米团。嗯、是呢，把它调的面团是要调成很硬的还是很软的呢？很软的，很软的，一定要很软。对。哦，就是水如果太过干了哈、嗯，你进行炸制的话，它容易开裂。那你给大家说说，这500克的糯米粉放多少克的水是最合适的？先放300克。嗯，三百克呢，根据这个粉量的吃水量、嗯、对，再定、嗯、是否再进行加水。嗯、一般最多的范围呢，是一斤糯米粉是要放350克的水。嗯 ，OK， 300克至350克，大家自己来决定。好，好了，这时候。我们的粉团已经和完了。嗯，粉团和完了以后呢，将水烧开，我们做一点煮熟的工作。嗯，就是煮芡儿。啊，煮芡。煮熟了以后呢，将这个熟的掺入这个用凉水和的这个粉团里面，它能使这个粉团更具韧性，更具粘性，哇，也方便你操作。原来做麻球是需要把那个面团煮熟一块再重加进去。对对对对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煮它。嗯。好了，水烧开了，我们将这十分之一的粉料放在里面。十分之一点就行，对，将它将其煮熟。好，那就小等一下吧，等我们这边糯米面团煮熟那一小块捞出来、放到里面，看看尚老师一会儿怎么给大家包纸。哎呦，它现在变得有点这个、颜色上会是是通体透，变得通透、而且有一点透明的感觉。对，煮熟了呢，然后我们进行摊开凉透。首先用刮板将它抿实了。好，摊开凉透，然后加入这个剩下这个凉水和制的粉团当中。嗯，就是有点像我们以前的时候，这个做一些蓬松的时候说要加老面，是不是？对对。这个加这样子，我们煮个熟的这个糯米团啊，主要是增加它的软度还是韧性？韧性，韧性和粘度。对对对。好，再调起来。对。这个需要醒发吗？不需要醒发，因为这是米粉面团。OK， 这个时间呢，我们就把这个。已经煮熟的面和我们这边的这个生面团和在一起，让它很均匀。制作麻球时一定不要忘记先取十分之一的生面，煮熟以后再放入面团中一起和匀，这样麻球的口感才更加软糯。和匀后就可以下剂子制作了。这个呢，一般麻球在家里做的话就不要太大了，15到20克就可以了，就是很少的那种。对对对对。它是会炸的时候它会蓬吗？会啊，如果你油温掌握不好的话，它就会立马爆掉。好，所以说在这个炸制的过程一定要用温油去炸。温油就是说我们的逐渐上温的过程，油要整个掌握5成热左右。对，就是就这一个，然后我们要蘸点芝麻，芝麻滚一下，芝麻就这么小的一个小麻球。在蘸芝麻的过程中呢，你一定要记住，滚完芝麻以后，我们要在手掌根，用两个手掌把它。摁紧是吧、不然你炸完了以后满锅掉下去了是吧、没错你要把它摁紧了、这个芝麻在摁的过程中呢也是在这个帮助它成型的过程。对，没错，如果你太松散的过程中呢、它一炸一受热太过的话它也会爆掉。相对来讲让它这个规则一点。对对好对吧。对，好的，这边呢我们把这个麻球啊给它呢蘸满芝麻，然后呢你用手呢再给它团一团是吧。对，看好了。一定要均匀。对，一会儿等油温上来，尚老师教你怎么炸制麻球。基本上油温到3-4成热就可以了，也就是说你用手掌去试试油温，能稍稍感到热度，这个温度就可以了。一点点，就是刚好像算是温油去炸，烤火的那种温度，是不是？嗯。然后呢，顺着边将麻球一个一个放好。这算是那个静炸，是不是？对对。
我看到您这个油温在三四成热，但是您底部的火力呀、啊，也是相当相当的小。一定要去用温油去炸，让它均匀的受热、嗯。那炸多久呢？我们怎么掌握就炸 OK 了，把它能取出来的呢？一般上呢，这个火持续加热，它将这个油温将三成、四成、五成、六成，直到六成的时候呢，它里边面是这个粉团或者豆沙馅已经熟透了，所以它开始鼓空气。空气一充足的话，这个麻球就可以自然的飘起来。飘起来的时候呢，基本上那时候再到两分钟到三分钟的时候，它即可成熟了。对，现在我们炸的过程中一定要去不断的去搅拌这个麻球，不要让它粘底儿。等它的慢慢飘起来的时候，基本上三分钟就可以成熟了。好、整个过程就是这样，一般进行就是12分钟到15分钟就可以炸好了。炸制麻球时油温很重要，观众朋友们可要记好了，在油温三四成时下入，要不断搅动防止粘底。随着油温升高到七成热时，麻球浮上来，表面微黄就可以捞出来了。已经开始飘起了。对，我们呢两分钟之内就可以把它拿出来了。我在想说，哎，我们在外面买的那个麻球人家是黄颜色的，是的，你这怎么这么白啊？因为呢我们今天是用的是新油。对，每次用的新油的话它是不容易上色。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外面买的很黄的，是证明那个油真的是有问题？非常有可能，这油用的过了期了，它就会发生氧化，氧化作用这颜色就会发黄，会发出来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大家看那个麻球究竟好还是不好，其实看颜色就能看出来。是的，是的，基本上这样泛着白色的，其实它已经熟了，已经熟了啊，就是跟油温，跟这个油也是有关系。那我们需要复炸吗？不需要复炸，复炸的话它完全就可以开裂掉了，它只需要啊。炸到足够的时间，15分钟即可捞出就可以了。也就是说，您定时15分钟。对对对，我倒建议大家，麻球这样的食物它是不能储存的，一储存之后口感就差好多。是的，是的。所以您呢还是现做，然后现吃，不要呢这样子一次炸很多就不好了。对 对, 对, 对。好了，那么刚才呢，我们是眼睁睁的看着呀，我们今天的麻球呢是从三四成油温中浸着，随着油温的升高，它呢也从中心的位置开始慢慢的到外面一点点成熟起来。而表皮呢，现在有点微微的发黄了，对对，有一点点颜色，是吧？对对对。好的，好了，就是这就可以了，可以捞出了。好，你可以蘸点炼乳啊之类的来吃蜂蜜也可以。控干油，然后我们装。来尝尝看，尝一尝好吃的麻。